请双方队内再次核实是否采用机器。请双方队内核实是否采用机器。如奇袭，请发送"我奇袭"二字。好的，双方队伍均采用奇袭。那我们将根据双方之前向组委会公布的数字来决定谁具有优先选择权。正方的数字是七，反方的数字是三，双方之和为偶数。那么我们有请反方优先进行选择，请问反方选择申论还是质询？选择申论，申论。好的，有请反方辩手进行申论，申论时间为2分钟。有谢请。主席，各位好。谢主席，各位好。双方都同意，电竞是文化贸易、文化市场，而且是我们的重要产业。方谬其实他的几个论点，第一个论点就是他方其实在说，就是技术。就是融合之后，我们技术会变得更强。对方认为这是外援的功劳，但对方从来就没有举证。对方唯一的推论就是，如果外援来会引发竞争，但难道中国队伍自己就不能引发竞争吗？反过来说，我方已经告诉大家了，韩国赛区大多队伍都是全韩班，难道韩国队伍就没有竞争吗？所以，第一，对方无法说明变强是外援的功劳。那恰巧，我方也告诉大家，我方前面说了，现在的全华班的实力也非常好，不仅那个 RNG 拿下很多次的冠军，而且他们在这个我方期间，除了 RNG 之外，我方也证明了告诉大家，还有其他队伍也是全华班拿下不少的优秀战绩，所以我方不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时候特别需要靠外援。大家讨论是有更高的商业价值哦。我们来讲一个那个上海龙之队，上海龙之队他就是上了全部都是韩国外援，然后得了冠军。可是这件事情引起大家的愤怒，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今天这场比赛不是韩国人来替我们打比赛，而这件事情它没有带来任何商业价值，因为大家都对于这件事情感到愤怒，那甚至我方证明的是，在全华班的世界底下，RNG 的商业价值更高。我方是要告诉大家，2018年 RNG 相比其他有全部韩国外援队伍，或甚至全部队伍在粉丝量上、商业价值上以及代言上都是最高的。所以有没有发现一个全韩班没有韩国外援、没有外援的队伍相这个相比之下，我方已经证成了这个在这个全华班的时候，其实商业价值更高。所以我方再讲啦，其实我是一个不关注电竞的人，我不认识哪一个就是韩国人很强，我也其实不认识什么电竞选手。可是我今天知道说，哎，今天都是我们中国人的选手的时候，我会激起我这个好奇心，我会觉得很厉害，我会很想知道他们，我才会打开电视去看看是谁在替我们中国人打的这好场的，比赛。所以我方请觉反得方今天商业价值你我的说方明。才能挣，谢谢。哎，好的。下面我们有请正方辩手进行质询，质询时间为2分30秒，质询方可派任意一名辩手进行，但中途不得进行更换；被质询方可派任意一名辩手作答，但是仍不可任意换人。质询方可在任意时刻打断被质询方，被质询方不得反问。下面有请正方进行质询。主席，对方辩友可以听到吗？可以。好，谢谢。先来说说定义哈，你方的定义里面告诉我说有中国路线和北美路线，除了北美路线，别的路线都不叫鼓励吗？哦，除了其他路线的话，当然不算鼓励。哦，那我方举的四个政策，您告诉我你哪可个以不说算说鼓看有励？什么路线，因为你突然这样讲，我很难去确定。我方一辩讲了四条政策，您告诉我哪一条不算鼓励？可以，那算了。嗯，好的。所以除了您一开始给我一个虚假的两难，您告诉我说，要么中国路线，要么北美路线，我方给的四个路线也是鼓励。第二，您的核心突出了一个词哦，啊，叫路。就总之你嗯，就开对放方辩嘛，友，说的就是。质询环节您不能反打断啊，我继续好吗？嗯，您方突出了一个词叫依赖，我想请教您了，您说的那个 iBoy 呀。
您的意思是说，假想他能够更早的这个上台，就能够更早的发光发热，有任何的论证吗？因为论证就是在他上场，就是他之前在队伍里面，因为有个韩国选手把他顶那个 dive，把他顶住以后，然后他没有上场机会，导致他无法表现。当他离那开为队什伍么以不是后，他实力不够强呢？不对不对，那是因为当时候队伍觉得韩国比他好，所以就用他。不是他实力不不，强，如果他实力您不没有强的正话，面就会回在答后我的续拿问到题。冠我的军意的。思是，您如何论证他当时的实力是要优于韩国选手的？选手的生涯很短，他少打一年就少，他关键点，那少打就我少觉变得强一点。您在绕了。好，我说下这一点，继续请教您了。您说您方克责我方说我们没有给出任何积极的举证这个作用机制，我给您举证，队友小虎表示，Mata 教会了他所有决策和操作背后的原因和机理，这是从韩国外援那里学到的，提升了，这是不是一种机理呢？您的路径依赖和我的这一重机理，你怎么比呢？我想问一下，中国人不能教他吗？一旦韩国人吗？非常好的问题，这就是 Mata 来的意义。以前 Mata 来以前，我们以为辅助就跟我这个外行一样，辅助就是个辅助嘛。可是 Mata 来了，告诉我们，辅助可以不只是辅助，这是新的打法，促进了我们的提升。来，最后聊一下您方说的这个我想讲选，一下这个东西，这您不是不好意外思，援的不问好题，意这是思，选可以手的问等，题。可你等您的那个质询环节，您再努不力是。打断我方好吗？哎。就继续请教您，您说的那个全华班哦，没有时间了。全华班的问题，我们要区分国家队和俱乐部，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的理解的事情。谢谢大家。好，非常感谢双方精彩的辩论，我们都已经对正反方观点有了初步的认识，让我们马上进入第二个大环节——驳论。首先有请反方二辩进行驳论，时间为2分钟，有请反方二辩。谢主席，各位好。对方刚最后在讨论说这个 Mata 的例子，对方说 Mata 教了中国选手背后的机理、背后的原因，告诉他很多事情。可是我方好奇的事情，全韩班没有中国人教，为什么人家就很强？那甚至呢，对方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难道我们今天就不能请韩国教练吗？这个是我方对他方的怀疑，就是对方告诉我们说可以请这个外援让我们变强，可是我方也告诉大家，我们有其他很多方式也可以让我们自己的中国选手变强，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请外援？那继续往下讨论，对方刚前面处理一个叫，就是说我们这个 iBoy 他这个部分，我方想告诉大家的事情是，他当时也许不够强，可是。但他有机会更强。如果当时候不是因为韩国外援 Dev 在这个队上的关系，他如果今天能够提早这个出现在这个上场机会上说，我方相信他有可能会比现在更厉害，也许可以再更提早让我们知道他其实也很厉害，他其实也很不错。所以呢，往下讨论下一件事哦，对方其实在说这个变强的部分，我方觉得其他方式也能够做到的时候，对方的代价是什么？就是牺牲掉上场机会。那我方前面已经论证过，这个上场机会部分会造成这个中国选手的实力与外援的实力落差越来越大。那最后我们来讨论俱乐部跟亚运的差别哦。俱乐部本来就是国家队的培养皿，我们为什么会说你俱乐部你输了没关系？因为输了你是输自己人嘛，输了没关系。可是亚运是什么？亚运是国家跟国家的战争。我们今天输了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中国人矮了韩国人一截。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俱乐部没关系，你输了也没什么，赢了代表你很厉害。可是，在亚运上的输跟赢又是另外一回事。题目的题解告诉我们，我们要讨论亚运会，我们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认为外援，我们不应该那么鼓励外援。原因其实也真的很简单，是因为我们害怕，当我们依赖入境依赖的时候，外援的时候，我们对于本土选手的培养，我们会越来越弱，所以多少亚运的选手都来自于他们的赛区的俱乐部联赛，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昔日的队友，这就是明日的敌人。我们今今天反方天二辩，他，谢谢各位。因为时间到了，哎，好的，非常感谢反方二辩的发言。接下来请正方二辩进行驳论，时间同样为2分钟，有请。谢谢，不好意思，稍等一下，那个我调一下网。好，谢谢。
第一个问题关于双方的政策，我方在实习期当中已和对方确认了，今天不是我方一定要去采用所谓的北美政策，要全都是外援，我方有自己的政策设计，因此你方不要打其他政策的避害，那是打稻草人。回过头来，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关于本土人才的培养。首先，对方没有告诉我们说他可能会排挤很多的新人啊，这件事情与事实不符，因为我方发现，比如说在这个韩国的外援德善加入之后呢，由于他超强的上单的统治力，反而使得很多队伍纷纷淘汰落后打法的老人，启用新人，整个上单的实力提升出来了，也有新人被更多的启用了。为什么是一种打压呢？更进一步，我方给您方一层核心的比较是什么呢？您方这个模式啊，叫做菜鸡互啄。今天的确他可能有很多的上场机会，可是上场机会不代表他就可以训练到自己的核心能力。我方给您方的比较是什么呢？在以前我们的发展联盟有外援的时候呢，输送了像您、明天这样冠军级的选手。后来我们禁止了外援，菜鸡互啄，导致在发展联盟当中最厉害的那个第一辅助，他有机会了吧？可是他来到第一级联赛被别人狂喷，所以你会发现，重要的是整个竞争环境，而不是一两个上场选手的位置。回过头来，这个时候对方有几层所谓的好像可以替代的政策，我们看能不能替代呢？第一个问题，他说你们自己不会竞争吗？这就是我方讲了，很多时候你自己的竞争是固步自封，你需要引入不同的打法，比如德赛，比如 Mata，他给我们开阔了视野，自己竞争带不来。第二，他说那可不可以请韩国的教练呢？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我方举证的，很多时候韩国的教练他可能并不能像上场选手一样对比赛有真切的这种理解，所以这个时候呢，恰恰是需要他们这种不可替代的作用来。给我们带来更好的这个帮助。下一个问题，关于商业价值，我回应您方的两个点。第一点，您方告诉我说，RNG 它可能粉丝更多，可是我方也给您方举证了，今天The Shine Rookie 商业价值最高的两名选手，更主要是有可能你只是因为他比较稀缺，就只有这样一位选手，一种战队，他这个稀谢缺谢性不能发代言，表整体的情况。您时间已经好，到谢谢。了。哎，好的，非常感谢正方二辩的发言。下面由正反双方二辩进行对辩，时间各为1分30秒。以交替形式轮流发言，辩手无权打断对方发言，由正方先开始，有请。正方选手，请您打开您的麦。好，对方辩友小明、刘青松、Miko 这些都深受外援 Mata 的影响，请问您方告诉我说，可以请韩国教练，那以前我们为什么没请呢？说不定有请啊！你方自己说这个 Mata 教他背后的机理原因，难道今天韩国教练就不能教他背后的机理跟原因吗？非常好，说不定有请，可是以前请了，他们没有获得这样的提升，现在有了 Mata。他才有这样提升，包括小胡，他接受采访时表示，是 Mata 亲自告诉他了后面的机理，他也知道该怎么打。请教您，你还可以替代这个我方这个好处吗？所以韩国人有时会教你，有时不会教你嘛。韩国人没教我们的举证是。不是，我方前面不是在，我方其实讲到，其实跟您方讲了，您方刚刚在讲那个教练的部分的时候，我方就说了，您方今天在乎是他背后原因跟机理的时候，为什么教练今天不能告诉他这些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教练不是上场打的队员，他的理解可能和真实的选手是有差别的。回过头来，你没有举证，他不会去教，而我举证会教。更进一步，我告诉你他为什么会教，因为他们是队友啊，他们要一起努力，所以这个时候自然有教的动力。所以这个部分我方已经厘清了，它可以带来提升。我在讲你方这个所谓商业价值的部分，今天我们发现更用户的这个调查显示，大家之所以喜欢观看。这个所谓的英雄联盟中国联赛，是因为竞技性和专业性是前两位的。您方所谓的那个，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才看的举证史。来，我方告诉你说，这个有，就是我们亚运赛之后又碰到韩国人，他不一定教你。来，你方说新的韩国选手了，帅进来淘汰老人启用新人，但如果有中国新人进来，是不是也能淘汰老人启用新人？但是我们又觉得这件事情是件坏事啊。所以回过头来，你没有任何的机理去举证，说为什么大家都是按你这个心态去看比赛了，而我方发现大家看的是专业性和竞技性，而这个时候外援能够提升这个部分，带来更多人的收看。回过头来讲，您方刚才那个例子，我方讲了，今天卓他可能是有上场机会，但他很菜，请教您给更菜人上场机会，为什么对竞技体育是好事？
来，你方还是没有回答我方刚刚问题。如果有中国新人进来，是不是也能淘汰老人席用？新人你方也没回答。那所以我方告诉你说，所以上场机会的挤占是必然的，但是竞争环境的营造是可以替代的。怎么替代？我方不就告诉你了？今天有人新人进来，你就是有我们有人进来之后，我们上场机会，我们可以促到这个竞争环境。但是今天上场机会是零和的，你今天有个外援进来，你就会排挤到我们本土选手的位置。不同的打来，法，这些事情如何替代？你方没有举证。回过头来，我方讲的那个问题，今天卓他倒是有机会了，可是更菜的环境谢不是谢利孙于方二选辩，手。您的时间已经用光了。好的。您方根本就没有告诉我们说 RNG 的商，我方告诉大家 RNG 的商业价值最高，您方的举证是什么？您方自始至终对于商业价值说，我方前面就已经说过，时间请已经我要到办更了。高，谢谢。好的，短兵相接之后，让我们来进入第三个环节——质询环节。首先有请正方三辩，质询反方四辩。本环节提问方与答辩方合计为2分30秒，质询方可以任意打断。被质询方被打断后，仍有完整表述当前回答5秒的保护时间，超过5秒则应及时停止。被质询方不得反问。下面有请正方开始。张辩友您好，来聊一聊你这个好，关注度的问题。用户选择观看英雄联盟中国赛区的理由，我们刚才说过了，前两位是专业性高和竞技性强。您方说的都是中国人，他占据多少的比重呢？哎，不好意思，圈花瓣专业性也很高，而且大家也会知道这些中国人的时候，大家都会受到吸引而想要去看，所以我们的专业度这个关注度也会更高。您这就是一句话嘛？有没有比较合适的证据来证明呢？我方前面举了一个证据，就是 RNG 它是全华班，而它在2018年的时候也是当年比起其他队伍的流量来的更，就是最高，它是当年最高。RNG 有两大特点，第一，我们承认如果都是中国人，可能会吸引一部分流量，可是它还有一部分它非常的强。而我方举的是一个整体的数据，究竟我们是依照什么来去看比赛的？这是我方在这里完成的比较。继续请教您一个问题哈，在您方看来，这个您说的特别好的一句话，就是俱乐部比赛是亚运会的培养皿，所以按您方的意思，是不是俱乐部比赛就是要完全服务于亚运会？我方认为是亚运会本来就是国家竞技，而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本来就是他，就是我们培养这些选手的好处就是这么做，那我就打是让断他您们一在下未来吧，亚运所以可以您去。看。您的回答第一告诉了我说，他最终的落点不在于在俱乐部比赛谁要拿冠军，而在于是不是有利于本土选手的培养，这是我们刚才打的那个部分了。而我现在是要开启下一个部分，我想告诉您的是，在我方的观察中，电子竞技这个俱乐部的比赛从不是亚运会的一个附属品。想请教您了，巴黎银行 CEO 表示，虚拟经济是后疫情时代的未来，而福布斯报道称，电竞是虚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个经济意义的维度上，是不是超越了您方说的培养本土人才的意义？对吧？你就全华班，你就是就没有办法去发展这个虚拟经济，你要去举证这件事情。我想我们举的已经挺多的了，那我就没再有给没有，我您没有举。听到，我没有听到。没关系，您没有听到，那我再给您说一个。就在1819年，中国的俱乐部在外援引入之后，实力变强，拿了冠军以后，我们的中国赛区的关注度提升了140%。想请教您了，这算是一个举证吗？如果是的话，在这个维度上，您怎么赢我呢？你举证的是机理，而我举证的是实证。我已经告诉你说，RNG 它在我不明 MSI 白为夺什冠的么。时候，为什么这个成就好，不高？我认为双我方举的的意也识是都已实经证。好到的。了。好，谢谢。好的，非常感谢双方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辩论。下面我们继续进行质询环节，由反方三辩质询正方四辩，有请。对方辩友你好。你好。你们刚刚讲到说现在 LPL 是菜鸡附着，我想请问一下，现在 LPL 很烂吗？现在不是有3冠1亚吗？不是最好的内斗环境吗？对啊，这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引进外援啊。我们讲的那个菜鸡互啄是二级发展联盟，因为我们的二级发展联盟从2018年开始禁止外援了，所以我们从以前一个很强的发展联盟后备力量的培养，到现在一个很差的后备力量培养，这是我们做的比较。朝你这个逻辑，那 RNG 是最菜的菜鸡咯，被大家嘲死。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 RNG 组上是第一个开始请外援的。
而且它，你比如说现在 RNG 的主力辅助小明，就是在 Mata 的引导之下成长起来的。他的主力中单小虎也是去年 MVP 不级好意别思，的打人断物，一下，也是在 Mata 的打引断导一下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件事情是你没有和其不啊，好意好，思，你说。我想说的是，那 RNG 就被前期他引入外援，后面发现外援不可靠，所以才最后变全华班夺冠了嘛。那为什么他引入外援的时候没有夺冠，反而在没有外援时候才能夺冠呢？不是，放不弃是不外可援之后也没靠，有变弱，是变强啊。不是，我讲得很清楚了。现在 RNG 的主力队员恰恰是受这些外援的教导和影响。第二件事情是，真正夺冠的，比如说现在伊迪夺得不好意三思，次 S 赛冠军打的，没断一有下。那你 RNG。就是说他一个人可以教导整个联盟、整个赛区、整个队伍咯，全部都当能然是教会。每个队有自己的外援呀，然后互相形成良好的竞争环境，在队内形成一个互相学习、多交融、这个多元交流融合的环境，难道不啊，是你更看好这的是一不个是竞争环境这不吗？是那？那就谢，所以你 RNG 方你没有回答咯。然后再想问一我下啊，回你答。这个逻辑就是说。首先，如果我们要学的话，首先要联盟是最弱的，才要学习最强的。现在是我们 LPL 是最强的，已经拿到三冠以亚了，我们还学什么？增加其他选手来学我们的机会吗？第一件事情是 LPL 拿的三个冠军和一个亚军里面全都有两名外援，每支队伍都有两名外援。你先搞清楚事实。第二件事情是，即使你觉得我们现在强，你也不能因为我们现在是所强，然后你就啊，不说好意我思，们就固步自封打断一了。下。那请问一下，LCK 他没有外援，为什么他们不如我们强？太好了那为什么他们还是很，LC，强？哎，LCK 没有外援，不引进外援，LPL 引进外援，LCK 以前是霸主地位，LPL 后来居上，那控制变量之下，是不是引进外援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强？不对。那按照你这个逻辑的话，那我们现在很强，如果我们再接受外援进来，让他们回去教导他们的话，那他们是不是可以超越我们？当然不是啊，好，谢谢。不是，好，那今天不双是你刚方刚逻辑会就议已经是。结束了。好的，下面进入战术暂停环节。在本环节，正反双方辩手可以与己方辩手和教练进行讨论，讨论方式不限，双方同时计时2分钟。现在计时开始。5月24号，第9届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总决赛在故宫举行。我非常的感动，华语的辩坛，一个民间的组织，能够不弃不离的、自始至终的把这个辩论会一直办到今天。这是一个新老辩手的聚会，打辩论要辩术。我的幸福不是由外物定义的，是由我定义的。你就能看到很多那种本能的、下意识的人的本性和漫长的文化在你心中烙下的烙印。社会权力的不同结构给幸福的主观本性蒙上了看似客观的不同面纱。因为任何一个利弊的分析啊，当发现一些新的变化，可能利就变成弊，可能弊就变成。可是如果一个人真正自豪，为自己所做的工作、为自己的努力、为自己的学习而感到自豪的事情，这个时候这个人通常会有一套自己的价值判断体系，把它更形象化，道理理解清楚了，我们就会变得深入浅出。未知有属于这个世界上面最大的价值，这个价值恰恰就是我们不知道西格斯林的碰出来会变成怎样，因为既有的框架限缩了我们的视野，只有撞过之后才知道。我们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民，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青年。如果你真的有席卷天下、包局宇内、囊括四海之心，你就真的应该去远方，去到足够远的远方。环节结束，下面有请正方三辩首先进行半场小结，时间为1分30秒，有请正方。喂喂，麦克风测试可以听到吗？哎，各位好，半程比赛作罢，今天一共两个战场，第一，对本土选手的培养究竟谁更好？对方的比较是本土选手吗？那你少了上场的机会，那当然不好了。他们举了一个假想的例子。可是，您方如果只盯着一个上场的机会，那您的视野就小了。
真正应该看的是整个竞技氛围是不是够好。这个好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多元打法的进来，第二，还有就是这个实力本身的提升，竞技激烈程度。不然的话，菜鸡互啄再多的上场机会也没有提升。这是倪方两重反驳：第一，说教练不能教吗？可是教练能讲，和您在上场的时候实际的那种感受和他配合的理念是替代不了的。第二，您告诉我说，那现在不是我们已经很强了吗？不，首先我们现在没有强到霸主地位。第二，哪怕是霸主地位，曾经的霸主不是韩国吗？他们不引进外援，固步自封，不就落后了吗？所以哪怕强也是要比完的，这是这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我们比的是影响力。对方说，哎，你看都是全华班，那中国人不是很爱看吗？他们举了个 RNG 的例子。可事实上 RNG 在2018年是全球最强战队，强才是吸引的核心，竞技本身之美才是吸引的核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跟对方做第二个视野上的比较了。他们希望的事情是什么？在中国的联赛里，中国人看中国人。可是这对我方来说是不够的，我们希望中国的联赛里就有中国人看世界人，又有世界人看我们的联赛，这才是我们想要的世界。谢谢。好的，非常感谢这方三辩的小结，下面有请反方三辩进行小结，时间同样为1分30秒，有请。大家好，我方已证明了现在有外援会出现挤兑的情况，就是如果当他选手出现的话，那就会说先谈两条机理，一条是上场机会，一条是竞争环境。上场机会互相排挤是必然的，对方只说是格局小，哪里格局小，对方没举证，所以挤战是必然的。对方又说韩国人进来可以营造什么竞争环境，我想问一下，现在中国不能营造竞争环境吗？然后我再想问一下对方，请问知道在2015年，就是我们中国最后被称为黑暗时代时期的时候，我们用韩国外援进来，我们现在只能打到8强，而现在我们2021年到前2018年这4年拿3冠一亚，虽然是3+2，可是这不是代表了我们现在正在逐渐变强吗？为什么会忽视我们选手的能力和表现？然后再说对方又说什么营造内部的战斗啊，或者什么竞争，还说什么多元化。啊，你本地赛区不就是一个，就是内部战出去跟别人打斗，那世界上来干嘛？啊，对方也举了一个例子，说韩国人教我们打，是每个韩国都教我们吗？韩国教练不能教吗？如果韩国人不能教，是不是引进韩国人帮助我们只是个巧合呢？这方我完全无法理解这方面的论证。然后对方还说了一堆什么啊，就是一个资料说什么那个 RNG 那个选手就一个，那其他怎么样？好，谢谢。已经反方三辩。好的。下面到了大家最期待也是最激烈的自由辩论环节。本环节双方各有3分钟时间，正反双方应当交替发言，发言辩手闭麦则视为发言结束，并视作另一方计时开始。另一方辩手必须紧接发言，同一方辩手的发言次序不限。如果一方时间已经用完，另一方可以继续发言，直到己方时间用尽。由正方首先进行发言，有请正方。谢主席，各位朋友，大家好。培养模式这件事情和竞争环境，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方最后讲的一件事情是位置是零和博弈。可是我问你，如果我们不引入外援，那我们本土联赛就是本土在打世界赛级别的竞争，只有每年的世界赛，我们3支队伍15个中国人有机会体验。可是如果我们引进全世界优秀的选手来我们联赛打比赛，那联赛当中的每一个中国选手，50多个中国选手，在一年当中的40多场比赛的每一局都能体验世界级别的对抗。你告诉我，这是不是更好的培养环境？来，你方已经先承认了这个上场机会这个占据是必然的，但是在营造环境上呢？营造环境上我们可以用透过各种方式去营造，这个您方不要逃，您方只告诉我说你现在的方式很不错，但您方没有质疑我方现在的营造环境的方式。那往下问呢，在您方视野底下，您方是希望全华班夺冠，还是这个有韩国外援然后再加中国人夺冠？您方比较希望哪一种？你错了，我就是在告诉你，它不是零和博弈，我们可以扩大体验的位置。第二件事情，你讲中国可以构建这个竞技环境，我们说现实一点，中国赛区现在有17支职业战队，常规的轮换选手有超过100名。你觉得中国的第90名选手要比韩国的第5名、第7名、越南的第1名、欧美的前10名都要强吗？如果不强的话，引进他们是不是使得我们每一场比赛都更有锻炼价值和含金量？
方便，所以你也证明的会更容易排挤嘛。所以上场不是为了擅长，而是为了培养更好的电竞选手。好，来看联赛影响力的部分。 DT 财经调研就显示，17年英雄联盟总决赛鸟巢由于没有中国战队，大量玩家失望至极，月活人数下降了四成，收入下跌了三分之一，这样的损失要不要解决呢？什么损失？你说那个鸟巢那个没有韩国的证明，那个时候中国队伍打得烂，现在打得很好啊。那我要请问一下您方所说的、那个、说那个二辩，请关一下麦。反方三辩在发言的时候请您关一下麦。好的，谢谢。提醒反方三辩，请您打开您的麦。啊，不好意思，我们用同一个麦。我们用同一个麦，这个之前有跟大会讲过。我想说是对方只举一个例子，说韩国叫我们打。我想问一下，那我们中国人不能叫中国人打吗？中国人不能创新？难道只能继续被别人欺负、学习，一直被人继续低点吗？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三加二了，不能自己创新变强，有一天自己拿到五个手，拿到冠军捧起了吗？我现在看到三加二，我都觉得非常不开心。我想问一下，林芳对这个理解还要继续坚持下去？谢谢。你反驳的情绪不能代替你反驳的理由。我方不只举了个例，我方也有机理上的解释。回过头来，你要想经济上的影响。今天你告诉我说，恰恰是因为18年的 IG 夺冠之后，英雄联盟的月活回到顶峰，是不是恰恰需要行业的带动，才能让更多人来看，才能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没有，当年 RNG 在夺冠的时候就已经证明，他当时不止拿到了代言，他也在粉丝量在当年冲到最高，是所有队伍当中最高。这件事情在商业价值上，我们就已经证明全华班也做得到。我问你哦，在英然的价值态度上，我问你，你会希望打造全华班的队伍，还是全外援的队伍？我们希望把中国的电子竞技行业打造成全球的电子竞技中心，这是我方的态度。你方要解释的问题是，比如说骚分是个越南外援，可是有骚分的队伍的比赛在外网的观看人数直逼整个 LPL 联赛在全外网的观看人数了。你告诉我，这种扩大我们国家联赛的影响力，向外输出中国文化，是不是更好？来，您方说大家是因为强才关注，那是因为您方调研的对象大多都是电竞粉丝在回应吧。我是一个圈外人，你有多少韩，就是你有多少韩国人拿着什么奖，我有什么兴趣关心他啊？我告诉你，我也是一个圈外人，如果不是因为中国联赛的队伍拿了冠军，我甚至都不知道有 EDG 这个队伍。所以本身自己联赛拿冠军也是提升民族信心的这个情况。回应我方骚分的例子。所以我方你方其实也回应嘛，就是因为是中国队伍赢了我们才会关注，那我方就告诉你，就是因为都是全华班跟的时候他们夺冠，我们才会更关注他。那就往下您方也是我方直接好奇问您方态度，我方敢说要问五个全华班，您方敢不敢说五个都要全韩国外援？你方不要打稻草人政策，我正面问你啊，你讲全华班热度更高，全华班夺冠的 RNG 和非全华班夺冠的 IG 哪一个热度更高？不好意思，可以问一次。哎，对对，你这个是反常识，专业领域你没有办法引发我们关全华班，是不是一个可以吸引关注的理由？是一个理由。您方的所有宗旨叫做全华班，那是中国队代表中国选手强，中国的俱乐部代表中国俱乐部的运营强，中国的联赛强代表中国的组织培训能力强，这就是三个意义上的民族自豪感都可以来，凭什么只有您方有民族自豪感？好，感谢对方刚才承认。我想请问一下，现在三加二都让你感到那么自豪，那我们不是要追求五个韩国 五个中国人吗？我们 LPL 五个人拿脚步更开心。你一直在说现在就很满意很满意，我作为一个电竞的爱好LPL 我完全不满意，谢谢。我这样问你，我的不满意不能论证骚分它影响了巨大的越南关注。我想请教您了，把中国打造世界的电竞之都，您满不满意？对全华班能吸引关注，专业 引发的关注大于全华班，对方要举证，全华班不能更专业，对方也要举证，谢谢。
你要是您方通篇没有举证，我方跟您方比的恰恰是这个视野的区别。您方告诉我说五个中国人拿冠军才自豪，不，我们希望以后提到中国的，提到电竞的时候想到的就是中国，提到未来虚拟经济的版图想到的就是中国，提到未来年轻人的文化集散地想到的还是中国，这是我方的目的。非常感谢，非常谢谢。所以您方也是希望我们可以注意到。本方二辩您好，时间已经到了。非常感谢刚刚双方辩手非常精彩的发言，双方争辩非常的激烈，但是我们自由辩环节的时间已经到了，目前我们自由辩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进入到本场比赛的最后阶段，总结陈词。首先有请反方四辩进行陈词，时间为3分30秒，有请。谢主席，各位好。刚刚谈了两件事情，他们认为说天光谁的技术更好，第二个他们想要谈商业价值。但我们在今天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要先厘清一个背景。我们在开稿的时候告诉大家说，现在的趋势是越来越限制外援的情况，不论是18年、19年、20年，都是逐步在限制外援而不是放宽。而在这样的脉络底下，是在限制的情况底下，而我们的LPL 是越来越强，那你怎么可以说他是因为外援而变强？反而恰恰是因为中国人逐渐在不断的，比如说我们有这个 UZ, 我们有 K-Knight, 他们的实力在所有的这个发展上都是很有成就，他们也在各大赛事中曾经拿过冠军，这已经能够证明中国人是有一定的实力，能够在世界赛事上可以得到获胜。而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就可以证明说中国人的实力其实是不逊色于这些韩国人。而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就告诉大家，我们在考量到未来亚运会上只能指派中国人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是培养自己本土的中国人，因为我们其实并不弱，我们未必要需要依靠外援才可以有坚强的实力。而对方想要有这个竞争的环境，我们也告诉大家了，我们在中国这个，比如说我们有 RNG 或者是有这个友方前面所提的各种全华班的队伍，他们在国内也可以营造出这种竞争的环境，未必要透过外援引入。而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就可以发现了，即便要谈竞争，我们也可以做到。而在挤战上，对方却是必然会造成挤战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在国内的这个对于我们的价值观所倡导，对于这个本土选手，这个中国的选手来发展来更好。而在商业价值上，我们也证明了，我们透过举证告诉你说 ，RNG 2018年的，不论是收到了8个代言，可能还有这个在当年的粉丝流量也是比起 LPL 的其他的这个队伍来的更高。而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就已经证明了在商业价值上，这个对方并没有办法告诉我们说外援的商业价值更高。最后我们来谈论殷染，对方 在态度上，其实我们一直在问对方说到底要不要鼓励全外援，其实对方不敢承认。其实原因很简单，毕竟这是一个中国人的队伍，大家都其实都知道，就是或许在引入外援上我们知道会多少会有一点帮助，但这不会是常态。因为现在中国的趋势就是越来越少外援选手了，我们也知道在未来的亚运会上我们终究得靠自己人。为什么我们可以举出 RNG 在2018年的表演赛可以获胜？为什么去年 RNG 在 MSI 中可以击败韩国队伍取得冠军？为什么六年前这个两支全华班到现在已经变到十支全华班？正是因为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打造全华班，不就是这样吗？所以这才是中国在电竞行业上我们应该要有的定位。而我们再从民族角度上来看，我们又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一个文明跟文化的崛起，往往是来自于他在能不能够在世界的运动赛事上展现自己的实力，在赛场上取得佳绩。如果本身奥运会或是这个亚运会，他们是希望以竞技来作为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那电竞这件事情，我们就不应该要落于人后。我相信对于在座的各位，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举起那座奖杯的人的手都是中国人的手，而不是三个中国人外加两个规划来的韩国人。就算这可能会是我们这个某一个战队的胜利，但它不会是属于中国人的胜利，不会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胜利，也不会是专属于中国人的胜利。作为亚运会的这个电竞项目之一，不论是这个 LOL 也好， DOTA 2也好，我们都认为就是青春不会结束，我们的这些对于这个全华班的信仰也不会结束。而我方期望有一天全华班可以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骄傲。谢谢。好，谢谢反方四辩，谢谢反方四辩的精彩总结。下面有请正方四辩，时间同样为3分30秒，有请正方四辩。谢谢主席，可以听到吗？可以。好，那我开始就计时，谢谢。谢谢主席，大家好。
其实今天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国内选手的培养，第二个问题是电竞行业到底应该何去何从。我们先讲这国内选手的培养这件事情。今天对方辩友只关心一件事情，就是即将到来的亚运会上中国能不能赢。可是如果你要关心这件事情，你就必须要关心中国选手的成长和中国未来可能存在的潜力新兴的成长环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刺激发展联盟，要开放外援，我们要给一个更好的后备力量可以锻炼充分竞争的环境，这是我们第一个政策所能带来的好处。你在这里的论证是缺环的，你只讲了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上场位置有几站。可是第一件事情我在最后辩就问你了，我如果能够扩大赛事的竞争力，我能够让联赛里的每一场比赛它的竞争水平都像世界赛的竞争水平一样，就像你能够在你学校的校辩论赛打造一个像新国辩一样级别的比赛的时候，世锦赛一样这个级别比赛的时候，你告诉我是不是你锻炼的那个机会就更多了。所以位置的挤占你没有论成。而反过来，我方讲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外援带来的好处，都是有实证的。无论是小虎的发言、宁寿的影响、泽晒给上单环境带来的改变，所有电竞媒体的评价，包括网友自己的评价，也都说明了这件事情。你讲的可替代无非就是请教练行不行，中国竞争行不行。可是第一件事情请教练不够，因为在游戏当中的实时决策教练是没有办法教你的。现在中路兵线走到了这个位置，下路兵线走到了这个位置，小龙还有10秒刷新，大龙还有15秒刷新的时候，你告诉我这个时候我只有一颗针眼，我应该插在哪个草丛，这件事情教练要怎么教你。每一局游戏的变化都是瞬息万变，瞬间发生，都是不一样的。只有在场上的队员才能和你有良好的沟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孙大勇、Hart 这样的韩国教练，但是小虎没从他们身上学到这些，他从自己的韩国队友 Mata 身上学到了这些。这是第一件事情不能替代。第二件事情是中国电竞自己能不能竞争。你讲的是我们恰恰发现实力上是不能竞争的。比如说你自己举证，你讲18年亚运会我们赢了，可是18年是我们引援之后很多年了，为什么呢？如果按照你的讲法，中国选手应该越来越弱呀，中国选手的位置应该被挤占了呀，为什么我们反而赢了呢？韩国在那个时候一直没有引过外援，按你的说法他的充分竞争应该越来越强呀，他的霸主地位应该越来越牢固呀，他又为什么输了呢？所以你自己的举证打了你自己。而我方给的积极举证是以前我们的次级联赛也允许外援，所以我们输送了大量的优秀的后备力量，比如说天宁分别是2019年和2020年世界总决赛 FMVP， 我们也输送了都英币、金贡这样优秀的外援青训选手，他们都为我们联赛的这个进步提供了非常大的贡献。而反观现在，我们自从2018年禁止了次级联赛的外援之后，我们去年被誉为次级发展联盟第一辅助的卓800万天价引援加入滔博之后，在一级联赛打的啥也不是，被大家狂喷。你告诉我这样后备力量的培养到底在实证上是有外援更好还是没有外援更好？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方更遗憾的是你没有看到世界的格局，你没有看到除了这个竞技的比赛之外，更重要的是电竞行业它是个行业，它不只是一场两场的比赛那么简单。我们要讲的也绝不只是经济影响，更多的是文化影响。比如说骚分的例子你方从来没有回过，如果在未来有一天我们的联赛可以打造成全世界优秀的选手都可以来竞争，就像姚明进入了 NBA， 就像诺维斯基进入了 NBA 一样，在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为我们有这样的联赛而自豪。而更重要的是你最后讲的那个就三个中国人加两个韩国人，我们赛区的冠军 不为自豪，我们会自豪，更重要的是我为可以为他们自豪的自己而自豪。谢谢。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双方辩手给我们带来这场非常精彩的比赛。那本次比赛的正式环节就告一段落了，下面我们将请评委老师打分，并请线上的工作人员收起评分表。稍后我将会为大家公布本场比赛的具体赛果，请线上观众与辩手们稍作休息，等待评委点评环节。
好，Hello，听到我讲话吗？可以，老师。清楚吗？那我开始了。好，在场的辩手，然后各位同场的评审，以及B 站的各位小伙伴，大家晚上好。首先辛苦今天的双方辩手啊，在这么晚的时间为我们奉献了这样一场比赛。我感觉最近我在听类似的专业型辩题的时候，大家一般都要先表明一下自己的成分，对吧？说这个在电竞当中，电视剧当中是个多少多少年的玩家观看者。我先表明一下成分啊，我是一个完全的电竞门外汉。恰如这场比赛我感受到的场上的绝大多数辩手一样，所以我对于这场比赛是完全的以一个我应该说对于这个行业本身没有任何个人先验判断的情况之下来听这场比赛的。这也正因为如此啊，我要吐一个小小的槽，就是我认为这场比赛当中，可能恰恰是因为双方的辩手当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很了解电竞行业，所以有一部分的表达对于我而言那个论证效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在这里倒没有特别就是恶意的攻击，我只是想描述一下我的感受。就是正方同学在一开始在描述这个那个人，如果没记错的话叫 Mata， 他在描述他的这个作用的时候，他的原话是什么呢？正方同学说 Mata 来之前呢，我们以为辅助就只能是个辅助，他来了以后呢，我们发现辅助不只是个辅助。我就在琢磨，你说我如果我作为评审的角度，我应该怎么去认定这句话呢？就是这我，你比如说我带着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一个，你比如说这个篮球，说我们比如说来了一个这个外援啊，威斯布鲁克到 CBA 了。他来之前呢，我以为控球后卫只能控球，来了之后我发现呢，控球后卫好像不只能控球。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无法感受到他的利好究竟在哪里的一个例子啊。这是这场比赛当中一个典型的体现。所以对我来说，很多的具体的例子当中都停留在一个这样的程度的情况之下，不得不说对我而言造成了一些困扰。这是我先把这一类的例子在我的观感当中的感受跟大家交代一下，然后我来具体的谈这场比赛我的一个看法。我从胜负的角度，这场比赛我是比较倾向于正方这边的。原因是在于在主要的几个交锋的问题上，我认为正方聚焦在了自己的框架之内，并且他对于反方的问题回应的是比较好的，其实理由是比较简单的。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我觉得有一个前提性的原因反方没有特别的搞清楚，就是你们立论在一开始所讲的那个中国路线和北美路线，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题目在我看来，他讨论的其实不是中国的电竞行业究竟要不要保留外援，他在讨论的是中国在接下来的电竞行业在接下来的发展趋势当中，对于外援的政策究竟是更加的紧缩还是更加的鼓励。这也就是我理解为什么反方在一开始在讲说我们要提两个路线，就是我一方面是现有的紧缩路线，那在我听完整场比赛下来，我的感觉就比较像是依然保留外援，但是我要保证外援的比例它不再继续增加了，就现在这个现状就挺好，一定比例的现在这个外援，那接下来呢逐步的把重点放在培养本土选手上，而不是像所谓的北美路线一样完全的放开，让更多的外援的选手进入到我们这里来。我感觉这个是一个挺重要的讨论前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这个前提没有办法打下来，其实正方这场比赛打的是比较舒服的。因为反方其实有相当一部分的重点放在什么呢？放在正方你所讲的那个竞争的氛围和你想要实现的那个竞争的环境，对于新人的培养我们也可以达到。可是这里你知道正方占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就是世界范围之内的人比中国的人多，就这么简单。我认为这场比赛正方同学最大的得利点就这儿，就是世界比中国人多。如果鼓励引入外援，多种人更多的人里面总有更好的选手，更好的选手总能带来更好的竞争，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道理。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反方让正方把这个自然而然的道理证成了。这是我这场比赛当中对于交锋的最直观的体现。就正方说我们引入更多的好的国外选手，实际上虽然正方自己举了很多例子，我甚至认为这都不需要举例，正方只需要说外国人当中也有厉害的人，我们允许他们厉害的人到中国来皮，我们只允许自己的厉害的人互相竞争，这个竞争环境更多元，竞争更激烈。这个逻辑在我这里甚至不需要举例它就可以成立。可是反方同学这里对他的
对抗是什么呢？在我这里接收到有两层，第一个是我刚才讲的，大多数的都变成了，特别是反方三面的秩序，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我们自己的竞争也可以达到呀。中国现在的情况已经很好了，为什么一定要仰赖于外援？可是正方的逻辑就在于那个增量，就是只要有更多的好的选手，他的竞争必然更激烈，比赛必然更精彩，环境必然更多元，氛围必然更好，职业化程度必然更高，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道理。我认为反方在这一层的削弱实际上是很不明智的。当然还有另外一些，比如说引入韩国教练，那在这个点上可能有一些比较细碎的攻防，那正方就说教练教给你的和选手和你当队友教给你的是不一样的。选手在场上那个对于比如说什么草丛当中，这我就不太懂啊，对，我理解那个意思就是他对于局势的一个细节性的判断要比教练来的更加专业。那在教练的这个点上，我也会认为说哦，正方这边引入选手有它的必要性。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竞争环境的激烈性和对于整个竞争氛围的打造上，我认为在我的评判里面正方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所以 你有没有发现，反方如果把这场比赛他没有框定成一个接下来的路应该怎么选，而仅仅变成了我们靠自己的中国人也能很牛的这样一个核心，正方是很容易把他的整个语境架构起来。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反方其实他是有后一步的突破的后手，他有想尝试的去讲接下来中国电竞应该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于是他提出来的这个 RNG 的这个全华班，然后说我们这个中国人靠我们本土的选手去发展应该是一个更好的情况。那在这个问题的交锋上，我把它又细化的分成了两层，就是第一层是叫经济效益，第二层是情感效益。第一层的经济效益，反方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 RNG 你看它的流量比任何一个非全华班都来得高，所以它应该是在经济上能够给我们创造更大的价值。但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正方这里起码是有一个拉平的动作，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的职业联赛发展程度越来越高，首先啊，我们中国联赛当中培养出来的俱乐部如果拿了世界的冠军，它也能引起巨大的轰动。另外我们的职业联赛水平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我们的收益是会不断的上涨。那在经济效益这个点上，我觉得最后给我停留的观感就比较像是反方这边有一个例子 RNG 中国人很牛，可是正方所描述的是这一整套的产业模式对于我们走向这个我们用一个浅层一点的词叫流量，那可能如果说的用正方自己用的一个高大上的词就是虚拟经济的发展是更有利的。那正方这边比较像是一个成系统的盈利的模式，但反方这边就比较诉诸于这个单个事件当中的情感，就是第一层。第二层是反方说我们要有自己的骄傲，我们中国人对吧，我们不仅仅要追求我们的自己的联赛当中的俱乐部拿冠军，我们如果是全华班，对方没有你感受吧，你就感受吧，你感受这如果全是中国人，它里面有两个韩国人，3+2，我方觉得特别不爽，如果全是中国人你感受吧，这正方你感受吧。但在这个点上我认为首先我纯粹的情绪的论证在我这里的价值是有限的，更况且即便在情绪的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正方在比赛的特别后段的位置给出了一个回复，就是他们希望我们的情绪的那个集中点能够发生转变。过去可能我们认为全华班夺冠要比3+2更好，可是逐渐的一个健康的职业联赛的发展模式应该是我们的自豪点逐渐的从他全是中国人转移到这是我们中国人打造出来的职业联赛培养出来的最具有世界级竞争力的队伍，这种自豪感是正方希望在他的模式之下去引导的一种自豪感，这也是对于中国的自豪感，但不仅仅是中国人而是中国模式，这是我感觉到的正方在情感这个点上想做的这个引导。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认为反方在最后所剩的那个情感上的那个重心好像也被正方这边拉到了一个他们也具有的一个模式上，甚至于跟他前面的那个模式所结合，他能够形成一个从产业到情感的一个完整的政策倡导。但与之相比，我觉得反方这边所要对抗的东西就稍显单薄了一些，这是我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整体的观感。所以综合以上几个部分，我觉得正方在无论是这个联赛第一它的水平竞争氛围怎么样，第二由水平和竞争氛围所带来的后续的发展的观念和发展模式的倡导上，其实都相比于反方做出了更完善的工作。那所以我自己的这一票是会投到正方这边。然后回过来他一开始的这个问题，就是我对于这个题目没有太多的专业储备，所以我们没法给出
反方同学或者正方同学更多的建议。但我的感觉其实真的比较像是一开始那个问题，反方同学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呢，我觉得也不取决于全局性的不敏锐，其实正方很早的就露出了马脚。我有一部分感觉正方一开始提的那个政策是想在这个部分占反方的便宜，就是正方想努力的把这场比赛变成啥呢，就是正方想努力的把这场比赛变成有外援比没外援好。然后他们其实在后续也有一个论证是说什么现在的外援差在哪，就是我的感觉那个原来的那个联赛叫什么我实在是不知道，但我的感觉就表示一级联赛当中现在外援呢两个好像看起来还可以，但二级联赛当中不行。二级联赛纯粹的本土化是一个菜鸡互啄的环境，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引入外援。这个是正方对于现状之下的这个鼓励的一个描述，在我这里我看起来是 OK。 那我觉得反方这边，如果你要去讲中国无论是亚运会还是本土的自豪感，我觉得你的一部分的重点起码在前端的时候一定要放在你们对于现状的描述上，就是现在的中国电竞究竟应该走向何方。如果这个题目真的变成了应不应该引入外援，我认为就是就我浅薄的职业体育的兴趣告诉我它是不可变的，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职业联赛是完全靠本土化的竞争它可以完成一个职业性的转变或者让它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强队。当然存在一些小众的项目可能可以个别的讨论，但起码在这个题目当中我感觉这个问题是不可变的。真正可变的是接下来的政策要走向何方，而这个问题在反方的立论当中是非常清晰的呈现出来，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正方在提席的环节，其实我觉得给到反方提示了，就是正方在逼问反方我的政策究竟算不算鼓励的时候，其实反方应该意识到这场比赛我们跟正对不起我说了个我们反方跟正方的论证义务的差别分别是什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去结合自己的标准把你真正想讲的那件事情锁定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在正方的这个他比较容易获得优势的战场上可能还有突破之机，但就战局就一闪而过了，就变成了一些具体问题的交锋之后，我觉得就很难再把态势翻到反方这边来了。这个是我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大概的看法。当然可能再次强调一下，有可能由于我对这个题目的专业储备和我对他的认识还有局限，如果有任何没讲清楚或者双方不接受的地方，可以赛后随时找我交流，好吧。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好的，非常感谢陈林月老师的精彩点评。本场比赛的比赛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中了，无论谁胜谁负，请让我们向双方辩手致敬，感谢他们为我们奉献了这样一场精彩的比赛。首先为大家揭晓的是本场比赛的最佳辩手，他是来自正方三辩的高策，恭喜你。下面为大家公布本场比赛的最终比分，正方比反方的票数是5票对0票，获胜方为正方北京大学，恭喜你们。我宣布第10届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高校组小组赛 C 组第3场比赛正式结束。本届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由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新华云媒、中共建业区委宣传部、共青团建业区委员会、君和青年文化交流协会共同主办，南京君和文化有限公司承办，华语辩论网协办。本届赛事将在人民日报客户端、央视频和 B 站分场次直播，具体直播安排敬请关注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官方微博微信。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进入直播室，我们的下一场比赛将于明天在17时15分开始。